什么是最简单整数比？那既然有整数，当然代表这个比跟整数是有关系的。所谓最简单整数比，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比，它的前项跟后项都要是整数，因为它叫整数比嘛，前项跟后项都要是整数，而且呢前项和后项要互值，这一种比我们就称它为最简单整数比。我们来个练习，下面哪个比是最简单整数比？我们刚刚说了，最简单整数比就是说一个比，它的前项和后项都要是整数，而且前项和后项要互值。我们先看最基本的这一个，后项是四分之三，不是整数，马上就可以把它划掉，它绝对不可能是最简单整数比。下面这个也是， 1.2 和 5.3 都不是整数，前后项都不是整数，所以它也不是最简单整数比。再来我们看这个12比18，它们都是偶数，只要是偶数一定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因数，就是2，所以我们知道它们两个没有互值，所以它也不会是最简单整数比。最后一个前项后项3比4都是整数，而且3跟4它们唯一的公因数就是1，互值，所以3比4它是最简单整数比。